我们接下来测第二包，第二包测试也是有，那我们也给它开一下，这个，对，再看它挑一遍，哎，不对，它图上好像是倒立过来了，那再试一下嘛，再重新放一这个下，好像是这边是不是？对这个是这个还是这个？对，它这边应该是这个边的，应该是在这儿，没这事，一个。我们对试一下。反它正，图像倒立过来，我给它，到时候一会儿给它调过来。可以翻转。它是180度翻转是吧？那我们先排除一下，再过一下看看。这好，个，那个就是了哈。那我对，们当个肉丸再测试一下，对。没做出来，但这个是没做出有个来，阴影在那。但它有个阴影啊，这边有个黑色的阴影。那么我们这再个就过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应该是不是很大的一个东西，这个得慢慢找。慢慢找，对。切吧，切对半。这找很难找，这过还是？还滚的不好看，对你滚的切不知对道，半，切切对对半半，来先找。切对半再过嘛。一边一过边过。这一半，那有这没有？边是没没有，有，快过那一半。过哪一个？有，在有上面有个阴影，正中间。在这儿。这边可能再给它划看看。然后看看在哪一边，它这个面。那应该是肉筋。应该不是。应该不是，肉肚。是这个吗？你再过一下，还在，还在，还在，在哪？中间那边。擦一下。有可能是这个，是不是这个应该骨头是是这个骨头是吧？软骨骨头比较硬一点的软骨，它就密度，它等于是密度就比较那个嘛，再看一下，那就是这个，没有，应该那可能就是那个。就是那也就是软骨了，那就把那个给去掉。这个是软骨，这个就不给它剃了。